我们再来写一个隶书的曹全碑的联语哈，看一下哈，文章点中张平子，从中间下来，从这里藏进来，圆一点点再过来，圆的哦，好，然后呢，从这里角度要写大一点点，这样过来，往上一点点，然后从这里过来下，你这个交叉的地方最好在这里哈，下来，往旁边纵，慢慢的圆的出去。好，张怎么写？张呢，从横画西点带出一点，在上面下来，再来长一点点，站过来。然后呢，从外在内站过来，再往下面，往斜度的方向斜中间写，这样平行。然后呢，从这里过来，长进来，长进来圆的，再出去哦。啊，往下按重，慢慢起来，啊，慢慢起来哈、啊。好，从上而下，透过这个框框再下来，好，停，这样就可以了哈、啊。文章点重点呢，是一个框框画下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从左从这里画下来，然后里面呢、啊，似乎没有穿透出去啊。我们历代以来的点都没有穿透出去，从这里再画过来。画过来，哦，然后呢，从上，从左头又藏进来，往右上面写一点点的斜度了哈，这样过来，往下按重，慢慢起来，圆的，好，慢慢起来以后，然后这个点要注意啊，从这里下来，然后呢，再这样下来，啊，好，点重，重呢一个撇，这个撇比较特殊哈、啊，然后呢，从这里横画轻轻的画过来。然后呢，这样下来有点向内弯的感觉，这样过来，然后呢再过来，啊，总要让那条线啊，中线啊，有中间的感觉，这样过来，好，从中间往下写，这样下来对不对？拉下来，好，然后呢，从这条线画过来，好，那再从这里呢，从下而上，啊，把它造成形以后再过来，那个往右上。然后呢，慢慢往下垂，重，慢慢出去，圆的，慢慢出去哈。好，再来呢，张平子，张呢，从这里一个弓下来，再从外在内，再从里面再出来，再上来，这样过来，出来往外长一点点哈。好，然后呢，这样过来，平行，再过来平行，啊，这个呢。不一定有连在这里呢，这样过来就好哈。然后从这里这个要连了哈，这样过来长一点点。然后呢，就从这里斜上，然后再从这里下来，然后再从这里啊下去，往下往旁边出去，纵慢慢圆的出去。好，张平子平的写法，好，看到从这里哦，从这里进来，从这里出去，从这里再出去，然后呢，从这里进来圆的。慢慢的再过来，再往下，再慢慢起来，圆的，好，那从上面写下来哦，好，停，这样就可以了哈。好，纸呢，纸是从这里进来，进，然后出过来，然后从左右到左下来，然后在这里有一点点弯，扇子再弯了哈，再过来，一点点上去，然后从左到右拉长一点点。好，文章点中张平子，再来呢，好，等一下哈，居处清幽王友成啊，居处居的写法，从这里过来，下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。从左到右，让它接住，从这里往下往旁边出去一点点，然后再从这里往上面往下面按重出去，然后呢从上而下，啊上而下，然后从这里有点下来，再往旁边出去，然后再从外在内一点点，再把它封口起来，啊封口起来，
好，居处，处呢，处比较特殊哦。处的写法呢是一个雨，带两个这个一个雨，啊，这样从这里过来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从上和下来，再画过来，然后呢再下来，然后呢从这里画一条线下来，啊，这边两点，啊，雨点嘛哈，啊，从这里过来，这里下来，然后呢一点。然后再从这里下，然后再从这里往下的感觉哈，然后再从这里往右边往下面写下来，出去咯。好，处，清幽往右层，清，从上而下，然后呢从左到右，然后下，上来，然后呢一上去啊，平行。再从这里进去，往右边写按送出去，啊，然后呢，从这里翘上来，这比较特殊的朝鲜杯的写法啊，这样下来，好，然后呢，一下，然后这样过来，好，清幽，幽的写法先写中间这个没错，因为你主要的那个架构把它写下来了，等一下就好写了，这样过来。好，这样再过来，这样再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一样是这样过来，然后从上而下，啊，画出，好，从左到右，这样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通过它，啊，然后从上面再画下来，接住这个地方，啊，好，中右往右层就是往尾啊，一、二。三横一竖往啊，三横一竖往，从上而下下来，然后这块从这里进来，长一点点往上面，啊，然后再下来，往旁边慢慢起来，圆的啊，好，往右层右啊，如果说你可以从楷书或者是行书可以从上面写啊，如果你是从隶书也可以从横的写，可以了哈，我们从写横的写，看横的从这里进来往上。然后呢，再往下按重，慢慢出去，圆的，慢慢出去啊，好，然后呢，在这里往这边写，写右，然后再从这里下来，这样子，然后呢，这口写在这里，啊，上来下，封起来，好，成呢，中间先写，中间先写哈，然后呢，从这里过来，然后从这里过来下，中间。然后两边往旁边出去，往旁边出去，然后这个也是，再往旁边出去，重，然后这个就短一点，啊，好，好，美观不目其三幅，美观好美两点点在这里，然后呢平行一个阳嘛，这样下来，一二，对不对？然后一个火下来，直的慢慢往旁边出去，然后呢，这个再下去，重慢慢出去，然后呢，两点，点哪里？点在这里，啊，好，关关怎么写？从上面写下来，然后呢，从上面再写，再过来啊，再下来，然后呢，一个竖画下来，然后一个口。说当官的两张口啊，这个再长一点点啊，下来，再把它封口起来啊，官，美观，不目，就是没有羡慕的意思了哈。目长横，不长横，还从这里进来哈，然后呢，从这里出来，然后再从这里再过来，到这里再上去，然后呢，中间写下来。写下来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然后从上而下写这两重，慢慢出去。好，然后呢，目是两点，这样横画出去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写这样，一、二，好，然后再一横画，啊，然后这个再
从左到右出去上去，然后再从上而下往旁边出去，然后再一个心下来，再一个再下来，啊，上来一点点，这个再下来一点点，然后这个在旁边就可以了啊。佛目齐三伏，齐这样下来横画，然后呢这个啊下来，然后这样过来出去出去啊，然后从这个也是一样这样上去，这个再下来出去长一点点，然后呢这样下来两个拉下来，好，然后画两横，一二，好 OK 啊，好，齐三伏，三怎么写呢？一二三一，等一下这里一二，好，三从下而上，上以后平行，慢慢再过来往下按重，慢慢起来，圆的啊，好，伏呢一边翘脚啊，翘上来，一边呢这样下来。下来，然后呢，这样封出来，然后这样要平行，然后这样过来，从外在内，然后呢，从这里过来，下来，从这里往下往旁边出去。好，再来呢，高解孩童汉二书，高解高呢从上而下，啊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这里是长。是蚕头燕尾的啊，出去出去了啊，然后呢个口，然后这样过来，它是似乎是下来这样过来哈、啊，这样过来对不对？啊，然后口要下来一点点了 啊，差不多了，这样过来，啊，高节节呢是两点这样过来，然后从左到右按慢慢的过来以后。往下出去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然后这样下来，然后这样过来，从上而下，高节，孩童，孩的写法，从这里向下，然后这样过来，一横画，然后。一个是，然后呢，他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有这个啊，然后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从上面下来，一二三，然后再一个是往上提，往上，慢往下，慢慢出去，拉长一点点出去。好，百同，同呢，从外再往上一点点，翘一点点的感觉，然后从这里。过来哦，横的画下来，然后呢，这画也是要画过来，然后再一个口，扁一点的口，啊，孩童，汉，一点从这里过来，两点出来，三点上去，然后呢，似乎它可以写成这样，啊，然后再个。然后再这样，从上往下按重出去啊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然后出去，啊，大概是这样。汉二书二一，然后二从下而上出去咯，重慢慢出来，二书。啊，从上面写下来，从上面下面写，然后这样下，然后这个平行它再往旁边出去哦。好 ，OK， 太二叔哈，啊，太二叔，好，落款。
耶稣啊，跟孔子、东吴起真张鼎仲、张平子，居处清幽，王右丞，美观，不慕其三伏，高洁孩童，汉二叔啊，是吉莲啊，曹全碑、曹景王碑吉莲。